到了就过来啊，还要假装看不见吗？不是说了去常州的吗？陛下，那个工人，前工人，洪太子自觉即可。我说让他，又没让你啊。不是说了年深日久再见的吗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我们分开多久了？殿下这是何苦呢？你说回来又不回来，我只能自己来接你啊。那是本宫观礼时陛下所赐，春逝时本宫做错了些事，其后回到此处，卢尚书询问我是否明白他的意思，左为木，良木之意，右上为草，庶民之意，草下双口，舆论之意，口下为家，褒美之意。我派予为定，名为权，为家国栋梁者，唯其言行做到臣民众口称家，才能架构出一个权力的权字。卢尚书告诉我，贯而自知，成人之道，所以陛下才赐我。民诚为字，权非权衡取舍，避害趋利，非权宜策划，图谋算计，非武权弄势，强而凌弱。为君者，有所为不易，有不为更难。有些事不可做，有些事不可错。兵权真正的意思是这个。这里又不是大相国寺，殿下为什么非要自己给自己
脸上贴金呢？我以为你会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说了不是在庙里，怎么会五体投地？所以，我叫萧定权。你呢？又叫什么？妾，愿知无不言。还是别说了。妾刚从刑部出来，不如明日。等不了明日了，我也不想再错过。